钱，阿姨，真的有点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啊，芊芊，我跟你说，我都快急死了啊！因为咱们钱给那个调查公司那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结果呢？哦，您说那调查公司的事儿吧？嗯，我是找过他们，啊，我觉得不够专业，是我投诉他们了。 真的，钱都给我还回来了。啊，我不想着林叔叔回来了吗？这事儿您还调查吗？谁说不调查？一定得调查，而且得查个水落石出。我一定要知道他林光中到底跟哪个女人在一起。嘘，阿姨，很晚了，说话对面听得见。哎呦，我一着急，我声音就大。是。 你又出什么状况了？就是没状况才着急嘛。倩倩，你帮我分析一下。我儿子跟燕儿他们千方百计就阻拦我，就不让我回去。他们越阻拦我吧，我就越觉得这里面有鬼。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没办法。哎，我糊弄他们。我嘴上我答应他们，我说啊我不回去了，但是。 我的眼线一定要回去。哦，所以您还是得找调查公司是吧？是啊，倩倩，所以我来找你啊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阿姨，我要帮您找调查公司的话，让磊子跟燕子知道，他们会怪我的。没事没事，这个家我做主，而且我一定不会让他们知道。你没看见吗？我都是趁他们不注意，我才偷偷跑过来找你的。 你说是不是？阿姨，哎呀，可是这……你要是不管我，就没有人管我了。阿姨，我帮您联系他们。真的？阿姨，确实是有点晚了，要不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真困了，那谢谢你，倩倩。不用不用，那我回去了。哎，好。哎。 倩倩，那这次我得亲自跟他们通电话，行吗？行，亲自通电话。好吧，那我走了啊。哎呀，哥们儿，您别说话，我知道是有点晚了，帮姐们一个忙吧 ，Thank you。 喂，小雨啊，二哥，是我。哦，林磊啊，小雨呢？小雨不在啊。林磊，你能不能赶紧带小雨回老家一趟啊？怎么了？他爸今早上突发心梗，现在正在医院室抢救呢。小雨啊，这件事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？我觉得我没做错呀，学生来参加考试，我有责任给他们一个分数。 毕竟张校亲自找你谈过了，你还给每个学生都99分，那你也太不给他面子了。我不是不给他面子，但是我得尊重自己的职业。他是没有教过16班，他不了解这些学生。小雨，你想过没有？每次考试的成绩跟以后老师的职称评定都是有关联的，你这么做，其他老师怎么想？我就没有想过职称的问题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一会儿给学校打个报告。 在我教16班的时间里面，我不参加任何职称的评定，这样总行吧？小雨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你也知道的，再过几年我就30岁了，到了而立之年。可是你看我现在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唯一能做好的就是我的这份工作了。我真的很想把16班的同学教好，就算是给我自己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，总算是自己活出了一点人生的价值。 哎呀，小雨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只能100%支持你了。回头我再跟张校好好说说吧。谢谢你，梅姐。你的。
99分，为什么要给你们每一个人99分呢？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资质不比重点班的学生差。只要你们多一分的耕耘，多一分的努力，你们的人生一定会迎来最精彩的100分。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记住我说的话。还有，张子豪同学，麻烦你下课来我办公室一下，坐下吧。叶老师，梅姐，我找你有点事，出来一下。啊，你们自己自习吧。你先别着急，这心脏病啊也分轻重缓急啊。怎么可能？我爸平常身体那么好，我真的不相信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机票我已经买好了，3小时到家，爸不会有事的啊。对，林磊，你好好照顾小雨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行了，小雨，快走吧。走吧。哎，我的课，我的课。哎、放心，有我呢，赶紧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哎，好。你把竞标文件复印一份存档，再传真一份给总公司。我岳父病了，我必须回去拿。好，有事电铃。你要是不能去，别去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跟我说这种话？跟妈联系上了吗？他们怎么都不接电话呀？你别着急，可能是没顾上吧。爸身体底子好，每年还冬泳呢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你说我爸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？都是我不好。是不是我最近怨气太重了？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叫怨气呀？那你要这么说，你的怨气还都是我给你的？就是。好，那我求求老三爷，保佑爸平平安安的，有惊无险。有什么报应，有什么抱怨，都报应在我身上。你瞎说什么呀你？别瞎说。就是啊，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不好吗？好了，别着急了啊，我再跟妈联系一下。师傅，再快点啊！别急，别急。燕儿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你哥他去哪儿了？陪叶小雨回家了呀。他爸心脏病动手术呢。他去那儿干什么呀？别吃了，赶紧拨电话，我跟他说。哥都登机了，手机都关机了。你哥真是有问题。人叶小雨他爸啊生病，你飞过去当牛做马，你什么身份呢？妈。您就别为难哥了，这要不是有紧急状况，哥哪会这么着急走啊？再说了，那边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您又催着回来，这不更让哥为难吗？这次啊，您就由了他吧。我什么时候不由着你哥呀？我其实啊是怕你哥上当受骗。不会的，他都那么大人了，再说大事不都是您做主吗？那倒是。阿姨。你说什么呀？磊子走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他上哪儿去了？他没告诉你啊？没啊。他上叶小雨他们家去了。那个叶小雨说他爸爸生病了。叶小雨，行。哎，倩倩，你快打电话到那个找人公司去。哎呦，阿姨，你怎么能那么淡定呢？他们俩不是回去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他们再回来，铁定是要复婚的，叶小雨肯定是会报复你的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赶紧，你给磊子打一个电话，你让磊子赶紧回来啊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不行啊！怎么了？磊子早上飞机了，上飞机了都啊！我也是为您着想啊。你也知道磊子他耳根软，叶小雨够狡猾的，叶小雨肯定会说服他的。你想到时候房子车子都是叶小雨的，你信不信？终有一天，林燕也会被他赶出门的。他有这个本事。别提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刚才燕儿说我了，
我儿子刚上人家家里，我就一个电话、两个电话把人催回来，这让我儿子也太难做人了。李子肯定是上当了。叶小雨他爸爸没有病，他可能是骗他的。他骗他，他骗他干什么呀？复婚呢，阿姨。他绝对不可能，哪有人那么傻呀？嘱咐自己父亲生病来复婚，这太不吉利了，这太不孝顺了吧？怎么说您呢？您就是太善良了。反正我也就是给您提个醒啊，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。谢谢他，倩倩。麻烦您，您还是快点，你快把那个找人公司电话帮我拨通，我要跟他们联系。哦，我联系，我联系，我联系。喂。王总啊，哎，我倩倩，不是那咨询的事儿吗？我上次跟您说了，现在那事主就在我旁边呢，他亲自跟您说啊。阿姨，您跟他说吧。喂，哎，您好，啊，我是啊那个林光中的老婆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我是花，我啊对对，我是刘雪花。没事的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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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，他们回来了，小丽，小丽，爸爸，人已经抢救过来了，医生说你爸的心脏动脉堵了三根，现在正在做支架手术呢。好了，人没事就好啊。把你们都惊动过来，我害怕呀，我怕你爸就这么过去了。妈，你别瞎说好不好？你爸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，你说什么呢？好了，小雨，妈，都别着急了，人不是没事吗？小雨也是接了电话，我们就赶过来了，哭了一路了都。爸是怎么钻的病啊？今天早上，小叔小婶在家里，小叔在厨房里炸丸子，突然间就晕倒在地上了。你妈看这情况，就吓到了，就直接打110送到手术室。当时我腿都吓软了。一步都走不了，喊都喊不出来。妈，你别着急了，咱们一起在这等爸爸，好吧？来，你在这儿休息吧。来，把这行李放在那儿。你放心吧，取20000块钱出来。你忽然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？那王总吧，王总要的。他跟我说，要想找到林光中，要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。他还专门跟我说，你千万别跟人说，让我不要告诉别人。阿姨，来，林总啊，林总，林总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我坐不下呀，这处事什么事儿都干。哎呀，倩倩，我真的着急，我坐不下，你快，哎。喝水啊！他说你要是不付钱，他真的不给办事儿啊！我跟他说去。那怎么行啊，倩倩？这我们家的事儿，我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没事儿，不给他钱，他照样给我办事儿。阿姨，您看您那话说的，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，拿我当外人了吧？倩倩，那我真谢谢你了啊！哎呦。倩倩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你呀，把钱给他。你要不给他，他真不帮我调查林光中，可怎么办呢？快给他，给他。阿姨，我跟您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80万，这卡里的80万，您知道吗？现在中老年人诈骗案特别多，这卡您说好了，卡的密码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您不放心，明天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王总，好吗？哎，这好，这好。哎，那你别明天打，你现在就打，你现在就给他打。哦，行行行。阿姨，磊子到了吗？到了，早该到了吧。哦，阿姨，您知道叶小雨老家在哪儿吗？啊，那我当然知道了。哦，那您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啊，我就是不放心，我就觉得他在骗磊子。这是哪里呀？我这是死还是活着？我怎么看到小雨、林磊回来了？爸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
缓解一下气氛。看来爸恢复的不错，状态挺好的。哎，没办法呀，就靠这点精神撑着。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呢，就先把他死了。把女儿女婿折腾回来，你开心啊？我这复仇计好不好啊？你不是想下雨，你不是想要抱孙子吗？我要不是躺在这儿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快就回来呀、啊？爸，医生刚才可交代了啊，你呀、啊、得控制三高，控制饮食。他一天不吃肉会死的。这话说的太不夸张了，我一天不吃肉不会死，会疯。还说疯话呢？医生说啊，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，你心脏动脉堵了三根了。妈，好了，别说了，您守了一夜，我看你很累了，要不你先回家休息吧，我跟林磊在这儿守着。我在这儿，他今天不能下地。嗯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行了，妈，小雨，你们一块儿回去吧，正好也看看爸住院需要什么东西。有我在这儿没事的，我一个男的陪着也方便。那也好，我们回去给他们做点吃的吧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啊。爸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放心吧，妈，小雨，这还有医生护士呢。哎，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妈，你别给林磊装那么多，他吃不掉。多装一点儿，这鱼啊，林磊最爱吃了。下次啊，我再烧点他爱吃的红烧排骨，让你带回去给他吃。等你爸爸身体好了，我们到你们那住一段时间，帮你身体调理调理好。身体好了才能怀孩子嘛。啊，哪能怀得上孩子？不是说计划明年生吗？怎么身体有问题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女儿，别着急，我认识一个老中医，在这方面很厉害的。要不你跟林磊两个人去检查检查？妈，我跟林磊两个，我们都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。那为什么不打算要孩子呢？我跟你说，也不是妈催你，早点生孩子呢，对大人孩子都好。趁妈妈现在身体还好，还能帮你们带一带呢。我们这不都还年轻吗？没那么早想要孩子。再说了，我们还想要一点自己的个人空间。啊，嗯，好香啊！快吃饭吧，饭都凉了。那你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，烧的好吃吗？嗯，你也吃。哎哎哎，好。给妈的手机真是越来越好了，都没吃够。我就习惯了。没事儿，刚开始改口挺难的，慢慢就好了，这个我有经验。啊，对了，咱们的事儿我还没有跟我爸妈说，我怕他们担心。我知道，我爸动完手术也没什么大碍了，要不明天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还可以多留两天，你这一个人照顾得了吗？你们家不是还有人需要你照顾吗？我怕惹他们不高兴，公司的事也比较重要，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我妈和我妹妹有的时候是挺计较的，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还是分得清的。你看这次。行了行了，别再说了，我进去陪我爸了。人家飞云南你就跟着飞云南啊？这现在人家去丈母娘家你就追丈母娘家去，你要干嘛呀？你这是，你给我闭嘴，现在已经不是他丈母娘家了，明白吗？哎，对了，你得想办法好好把他们家老太太给我稳住了，只有把林磊的妈妈稳住了，磊子才可以跟我回来。
知道吗？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还有，别再骗他钱了，知道吗？我那不是一时糊涂吗？我没骗他钱，我那是真心帮他，帮他找丈夫。一撒谎嘴就飘，你有那么好心吗？我又没这么好心，我这干嘛呢？跟你做牛做马的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你又不发我工资，真是。哎，谁说我不给你发工资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现在是你财神爷呀、啊，你还有10万块钱收益在我这儿呢，我现在身份是你老板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老板啊、哦，您就是那只会开空头支票的财神爷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再说一遍，别再骗他妈妈钱了，否则我真翻脸了。哦，她是我们未来婆婆，以后咱们是一家人，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钱总，我那不是一直糊涂吗？你放心，啊，这次你交代的事儿，我肯定给你办好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如果要没我这标书的事儿，还会对林磊不上心吗？你脑残呢？这种话你也问得出来？我告诉你，要是没有标书的事儿，我对磊子可以更上心。真是没办法，师傅，您能快点吗？我赶时间呢。好嘞。来，哎，你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啊？林磊的孩子很好，昨天晚间啊，一个晚间给我端屎端尿的，那不是亲姑爷，能对我这么好吗？妈。哎，小雨、林磊，你们来了。爸。怎么样？今天感觉好点没？多了，爸，您看您的气色越来越好了，都是你们照顾得好。哎，小雨啊，你来得正好。刚刚你爸说呀，说你跟他不亲，还吃我的醋呢。爸，每次我跟你打麻将的时候，不都是我给你放水，故意发牌给你碰，你还敢说我跟你不亲啊？行了吧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每次你是让我碰，可是总给你妈放炮，让你妈糊，我从来都没糊过。一家人打打麻将，气氛是挺好的。好长时间没打了。你爸爸妈妈会不会打麻将啊？他们不会。哦，哎，你记得吗？我们亲家母是个艺术家，戏曲演员，很有气质的。林磊啊，你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吧？挺好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哎。你们刚才说打麻将，这我这手都痒了，我这什么时候能出院呢？我你给我老实躺着，别七想八想的。爸，你都住这了，就好好待着，好好养着，等到你出院了，我们天天陪你打。说话算话。哎，小雨啊，一会儿去看看他爷爷奶奶，记得回来吃饭。一凡也会来。哎，对了。林磊啊，一凡工作的事还要拜托你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力。哎，那你在这儿等我。不用，你们去吧，这有我守着呢。爷爷奶奶老是念叨你们，你们快去吧啊。那我们走吧。去吧去吧。你们好好休息啊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哎。真觉得他们不对劲儿啊！胡说，我看挺好。小雨，你要是不想让我见他们，我可以在门口等，没关系。不用。小雨，虽然我们离婚了，可在我心里从来没有真正跟你分开过，就算见到你爸妈，我也特别自然地把他当成我自己的亲人。这是我真心话。你的真心话我听得太多了，走吧。对了，小雨，我记得你原来是教高二四班，可我那天找你的时候你是教16班，我记得你说16班是全年级最差的班，调动工作了？我觉得16班也不差呀，木已成舟的事儿你就别再提了。是我们离婚的事影响你工作了吗？这是我正常的工作调动，跟我们的事情没关系。小雨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处理咱们之间的关系老是这么冷淡。你还要我怎么热情地去对待你呢？小雨。
小雨，小雨，我知道我做过很多错事，可我也记得我们曾经的愿望。我记得我答应过你，我要牵着你的手走遍全世界去旅行，我们要白头到老，我们要生很多可爱的孩子，一起去照顾他们，一起去照顾父母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都不轻易放弃。小雨，可我们是不是太脆弱了？遇到这么点考验，就轻易的放手了呢？我也不忍心放弃。在这场婚姻当中，我们大家都是受害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需要去克服的困难，但这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啊。小雨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对吗？小雨，我们还有那么多没有实现的愿望，你难道真的忍心就这么放弃了吗？小雨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顾虑，可你能再给我点时间吗？你让我把所有该处理的事儿都处理干净，都处理好，能不能先别开始你自己的恋情？我真的不想这么轻易的失去你。谁说我要开始自己的新恋情？你不是自己都承认了吗？我是故意骗你的。那你跟那个男的怎么了？我跟他怎么了？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你说有就有呗，你说没有就没有呗，就这么简单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来来来，吃点水果。一凡，哎，照顾一下林磊。林磊啊，桌上有干果，待会儿吃完了以后再吃点水果啊。好嘞。妈，你就别再忙了，在医院照顾我爸，回来还得照顾我们。行了，你坐着吧，等着吃就行了啊。妈，您就别坐了，我们在爷爷那儿吃了好多东西，肚子都装不下了。哎呦，你们年轻人哪有吃不下的？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坐吧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对了，小雨，你们俩难得回来一趟，要不这次待久一点，等我哥婚礼办完了再回去。一航哥不是月底才办婚礼吗？是啊。哦，那林磊他待不了好久，他们公司还有事儿呢，我月底会回来的。那行，那你一定记得要回来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我准备等我哥的婚礼办完，我就去找你们。哎，你看我这简历怎么样？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？已经非常不错了，金融管理专业的硕士，又是应届生，我一定给你留意着。哎，你们公司还招人吗？今年可能不招了。但是没关系，你多复印几份简历，再给我一份电子版，我给你看看其他的公司。啊，成成成，行，这事拜托你了。电话响了好久了，你还是接吧。那我去接一下。哎，倩倩，我在小雨家里。哎，磊子，我也在他老家呢，我迷路了。你在哪儿啊？我打到了一辆黑车，他把我拉这儿来了，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儿。说什么森林公园，你认识吗？是你妈叫你回去吗？是倩倩来了。
子，你总算来了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阿姨让我来的，阿姨担心叶小雨骗你，让我过来看看他爸爸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，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。我妈又给当成戏了，整天胡思乱想。你别去问阿姨，你别怪她，我这事儿阿姨她不知道，你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我爸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你应该知道吧，既然都这样了，你就跟他走吧。倩倩，麻烦你回去告诉我妈，小雨他爸突发心梗，刚做完手术，我得陪着他。你不回去吗？家里还有那么重要的事等着你回去处理，你不回去啊？还什么事儿啊？阿姨找一家调查公司调查林叔叔的事儿，阿姨还给了我20000块钱，让我给调查公司的经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没有要这个钱。这件事儿跟他说了多少回，他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跟燕子说了多少遍，他能明白吗？你能说服他吗？你还不回去？喂，燕儿。哥，妈不见了。去哪儿了？是不是下楼找人听戏去了？他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什么跟调查公司的人接头去了，我拦都没拦住。那我知道了。我没骗你吧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妈真的是去找调查公司了，一天没露面。那你快回去吧，我这反正也没什么事了。那你爸呢？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好吧，是家里钥匙，我在家等着你。我走了。小心啊。我们走吧。我已经往机场赶了。妈已经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她说跟调查公司那边的人今天约见面，没约着，说明天还要去。这不胡闹吗？我已经跟她吵翻了，你赶紧回来劝劝她吧。你别跟她吵啊，妈本来就爱着急，你别再让她激动了，你好好跟她说话啊。好好好。阿姨怎么样了？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我劝他也劝不进啊，没办法，我就过来找你了。你要没事的话，你就留在这儿呗，我自己买张飞机票走。都快到机场了，别折腾了，留再说。慢点喝。林磊走了？啊，公司有急事儿，他走了。有什么急事儿啊？啊，急成这个样子，连过来跟我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。他来的时候就没有请假，工作都是同事给帮着的，我就让他直接回去了。这不，我不是帮他来打声招呼。哎呀，看到你这么护着他，我就放心了。说的什么话呀？你跟我妈一样胡思乱想。你们这次回来，你妈总感觉你们两个有点别别扭扭的，你们俩这个关系有点不对劲，我倒没看出来。爸，您这不是病了吗？我跟她总不能在你们面前搂搂抱抱的，多不像话呀，是不是？你妈最近呢，是听离婚的事儿听多了。嗯，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咱们家的邻居，岁数跟你们差不多的，有的呢结婚时间长，有的结婚时间短，可是说离就离。你说这年轻人现在怎么了？这是怎么拿婚姻都当儿戏呢？看我和你妈几十年了，哎，打也是打，闹也是闹，就是不会离婚。哎，都是我让着的。那当然了，您可是模范丈夫，咱们家呀是五好家庭。这话说的对。总之啊，哎，你们好我就放心了。
不过我啥时候能让我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，我就更开心啊。哎，记着啊，有空掺回来陪我打打麻将。哎呀，我知道了知道了，快吃吧。号码现在收不到讯号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不可能啊！您拨的号码现在收不到讯号，所以无法接通，谢谢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妈！哎呀，儿子，你快快快快快来快来，你把你手机快借我用一下，这个电话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，打不出去了。那就别打了，是不是给那骗子公司打电话呢？跟您说了多少遍了，那是骗钱的，又给人骗多少钱？人家王总挺好的，人家说了事成以后再付钱。还王总挺好的，给人骗了钱你还给人数钱呢。把电话给我。139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打电话骂人家，还是要举报人家？不行啊，你这样我就找不到你爸了。哎呦妈，那就是个骗子公司，就是侵犯个人隐私的公司，必须得送警察局。住嘴！要我看你呀，你跟小燕儿就是一伙的，你什么立场啊？那俗话说母子连心，母子连心，你怎么做的？你太让我伤心了。你为什么站在你爸那边呢？你林光中、小燕儿，你们三个一派，你们想气死我是不是？好，我惹不起你们，我躲得起你们。我刘雪花，我走，好吧，我走。你往哪儿走啊？你不要管我，王大头，反正我不愿意跟你们在一起了。妈妈，你别拦我，那我不给他打电话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打了。晚了，晚了，我的脾气你知道的。晚了，你就别出去了。我说走我就必须走。天儿黑了，现在这他不天黑怎么了？我也得走。阿姨，哎呦，倩倩，我跟你说，倩倩。这世界上就你对我最好，从今天起咱俩一起过哈。走啊。哎，妈妈，你上人家干嘛去啊？把门关上，倩倩。哎，不我关门。妈，我有话跟你说啊。全家都是我祖宗。拜拜。哎呦，倩倩，那到底怎么样啊？打通没有啊？你看，还是没有打通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谁帮我查他林光中啊？倩倩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帮我想想办法。阿姨您放心，林叔叔的事儿我一定给您想办法。但是现在，有一件比林叔叔更重要的事儿，我得跟您说呀。哎呦，还有什么事嘛？我就说呀，这叶小雨把磊子骗回老家，他是有目的的。他有什么目的啊？他俩和好了，您知道吗？叶小鱼肯定要搬回来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会的。那天叶小鱼把钥匙交给我，他说了，他坚决不回来了呀。那不在您面前装可怜吗？我看见磊子把钥匙又还给他了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阿姨，我亲眼看见的，我能骗您吗？那这个叶小雨可太可怕了，他太有心眼了。哎，他一肚子话话长，那我怎么对付他呢？他当着我面是这么说的，可当着我儿子面他又这么说，这两面三刀啊，这不是？所以您得防着他呀，阿姨。你说的容易，你教我怎么防？是，您也没办法防，人家连家门钥匙都有，您还能锁着他不让他进家门呢？反正每次你跟叶小雨吵架的时候，我也看出来了，磊子都是向着叶小雨的。我有办法。必须得报警，我真担心我劝得住他一次，劝不住第二次。不用报警了，我已经举报过这个号码了，反正我们发现的早嘛，阿姨也没有上当受骗啊。走走走。倩倩，这次真的是麻烦你。你跟我说话为什么那么客气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完全没必要坐着飞机跑来跑去的，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不亲自跑一次，你能跟我回来吗？我又不是不分轻重。
我知道了，你是怕通过这么一次，你前妻她记恨我吧？小雨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。你看看，说话都那么护着她，就像以前你永远护着我一样。倩倩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你可千万别多想。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倩倩，你别这样。其实以你的条件，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。我找不到了，就你了。你就当我是个跟屁虫好了，我每一天跟着你，黏着你。倩倩，你干嘛非得这么委屈自己呢？我不觉得委屈，因为我活该嘛。因为是我当初不懂得珍惜你才离开的，磊子。我们那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的个性啊，现在是你最为难的时候，因为你希望所有人都好啊，你不希望伤害到任何一个人呢，所以很多事情你做不出来，你也做不到。没关系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爱你的。那年我和你相约看人生最美丽风景，年少的痴心交在你手心，忽然走散了你的伤痛，我漫不经心，为什么你也沉默不语？知道吗，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转身看见我还站在原点。相信吗，生命最不能承受是人海中你离去的身影。牵着你的手，一起抵挡爱情中的伤害。忽然又想起初次相见，我们曾许下的誓言。